辣子鸡丁，鲁菜风味的辣子鸡丁，色泽金黄，汁浓味美，嫩滑的鸡腿肉饱满紧实，利用碗汁大火烹调爆炒，马上变成一道美味家常下饭菜。制作辣子鸡丁，您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腿肉，辅料有青红椒、葱姜蒜，调料有料酒、酱油、水淀粉、干辣椒等。今天呢，您看我们选的食材是鸡腿儿，像鸡腿儿如果是在超市没有买，没有请人家剔骨，我们自己回来用什么刀合适？这个用什么刀都可以。这个，这种鸡腿儿吧，我们一般都是把这儿，用这筋呢，啊，但是超市有鸡腿肉啊，这儿切断了啊，因为它有筋啊，这个呢是一个骨头，从这儿你看啊，这么你看，从这条骨头拉下来，你看，这骨头边出来了哈，这么着，哎，等于就是顺着它的那个骨头边，对，你看你看，这不出来了吗？这样哈，把这个筋划开，对，把筋划开以后，把这儿，再从这面，你看，所以是，你看，哦，到这儿就这么撕了，对，就是为什么有的鸡腿肉，它在家里头弄不好呢？带肉比较多呢，就是这儿。筋膜比较多，这骨头小节这儿，你看这不是出来了吗？啊！所以去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那个骨头贴着肉那一层筋先把对，把这筋先拉开，你看这出来了吧？出来以后在这儿拿断了以后，把这个把这抠出来。啊，这不出来了吗？这个。它这儿有一个关节。对，这一关节，你看。啊。哦，到这个地方可以这么。哎，这就剁一剁了。这剁了出来了，这个东西呢也别扔，就煮汤使了。煮汤了，对。我建议在家里头尽量买鸡腿肉，因为剔不好就用接着手。还是这个比较危险。今天我们讲呢，我们炒的是辣子鸡丁啊，辣子鸡丁呢用鸡胸肉也可以炒，用鸡腿也可以炒，最好是鸡腿肉，对，比较脆。是所谓的活肉。哎、鸡胸肉呢，它有点面，有点柴，口感没有鸡腿肉。鸡胸肉太容易老。对，鸡胸多用于切丝，片片儿。和做蓉，对了，做鸡腿多用于炒丁儿、香酥，等等。但即使是这样，石大师，我们做鸡腿肉的时候也老担心会做老，所以今天怎么把这个鸡腿肉做嫩？哎，一会儿我给你操作一遍啊，跟您学、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好，鸡腿肉像这种油就去掉啊，这个皮的部分、啊。但是真正的皮别要去，稍微，因为它有筋呢。斩斩花刀。哎，斩一点，哎，斩一点刀。这个一个是为了让它这个筋开一点，好一个是它平一点，平一些啊，对它入味儿是不是也有帮助？对啊，这是借完刀以后，借刀的目的，一个斩断筋，一个容易入味儿，啊，你看这种切啊，这种切就这样，你看这种丁哈，就不容易切成像咱们所谓说那个这个正方的丁，对吧？哦，所以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不是要那么规整的那种形式。规整不了。这一个，第二呢，我们在家里呢，我还是教大家，如果大家切不好，这容易切手，就容易杀洞的时候切，是吧？你看。那就得是去完了骨的鸡胸肉。对，去完骨的。要不然它很滑，你看砧板上。是吧？特别滑。这个就是属于大的丁了哈。对，大丁。我们再来点鸡肉啊。你看，这就杀洞啊。这算沙洞吗？对，这沙洞好切，你看是吧？这个，为什么这要切了以后？因为这一过油一打卷就成皮了，不好吃。你看，一般，行话叫不叫切鸡丁？剁。哎，叫剁鸡丁，对。但是如果鸡胸肉那种，它就不用剁了，它很规整。对。好，够了啊！一份啊，这是六两肉。对。好，我们切点这个啊。这个是刚才石大师说了，这个本来辣子鸡丁最初配的就是鲜辣椒来的，对，鲜辣子。所以我们现在，反正不分季节都能买到了。对，但是呢，虽然买到了，但是味儿没有原来的鲜了，其实不够味儿。对。所以最后还是要补充干辣椒的香。干辣椒烹出来特别香。丁配丁。对，让它配点红的哈，配点颜色。对。其实在家里有的时候要不太讲究了，也就不用说非得红的绿的都配上。在家里如果没有这个小尖椒，有干辣椒就行啊。其实干辣椒就够了，可以配点土豆丁，莴笋丁、黄瓜丁都可以啊。好了，这个我们弄好了。这个我们炒这个辣子丁特别简单啊。蒜片、
哎，这个要稍微多一点啊，蒜要多一点，那蒜片，嗯，葱姜蒜都得要，对不对？对，葱丁儿，切到这么大啊，这个切碎了不好，切碎容易烂，烂乎乎啊，好像烂乎乎的哈，不好，姜也应该这么大吧？姜不对，姜在山东菜就得切姜面了。姜为什么就不怕那个？就不能切鸡丁，但是南方炒辣子鸡丁啊，都切姜片，北方就切这个。那这是为什么呢？那这北方的烹调方法，北方烹汁，南方炒这个啊，它是煸，它跟锅里煸，慢慢煸，把这调料煸成入味了。所以它可以是片儿。北方烹汁，它不用煸，直接下去，所以它碎点时间短，碎点以后它这个味儿出的多点，是吧？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吧？小料也切好了，辣椒也切好了，鸡肉也切入味了，入味儿。哦，对，少量盐，放点料酒，好，白胡椒。啊、哦、不，这可不能放，这个传统做法保持鸡肉的鲜香味儿，就是盐料酒，抓一抓就行了。对，走，我们把这个湿淀粉，不能叫水淀粉，湿淀粉，就是等于把那个水的那个汁儿撇出去以后，对，用这个还是固态的，但是固态的湿了的。如果用水淀粉，它肯定有点稀了。对，看您这么一抓的效果就能看明白了，是吧？如果是刚才带着汤汁儿的那种。带着水的那种淀粉进去，这个现在里面感觉就水气更大了。水气大，你滑油时候就水气色大。但如果用干淀粉，就像石大师说的，这个吃起来最后那个它是不够细腻的。不够细腻，外边比较糙一过就对，渣子感。对，薄薄一层浆。我们在家里要搁点油。因为在家里呢，操作呢，它这个掌握不好。放了啊。它容易粘连。放了一点，是不是不够？再来一点。你看。它拌一点油，有风以后，它就互相不粘。好的，那鸡肉现在先腌它一会儿，是吧？好。好，我们兑个碗汁儿。我们这很简单，酱油。料酒，一点盐，一点白糖，少量水。行，来再来一点。行了，这一份菜。如果你拿玉米粉，这淀粉要稍微稠一点。否则它这个稀泄汤，挂不上。对吧？在家里要是炒菜，觉得这一盘汤啊。就这个啊，我们淀粉来。所以水淀粉啊。我们在调碗汁的时候就把这特别重要这个步骤。就这步骤在家里做也特别好，为什么？你不着急。对。最好这以后再炒，你不着急，你看。就相当于待会儿我们把汁儿烹进去的过程当中，不用手忙脚乱了嘛。对，不用一会儿抓这个一会儿抓那个啊，一次性的就把它做好了。下面我们把这个啊，葱姜蒜倒里去。对，现在我们开始制作。要用比较多的油，是因为我们现在要过油，对，过一下油吧。这种色拉油啊，特别不好掌握。因为它看不见，过去那油一看就是热了。是。现在都着了火，你都不知道。要命，一点颜色都没有。我们怎么看呢？别看这儿需要，得这样，这儿那么一热，感觉到六七成热了，所以稍微有点热，肯定是油温就够了。这应该有个五成了，感觉五成六成热啊，差不多了，七八成就炸了，开始。好，我们先试一下。放一点儿。哎，你看行了吧？你说的对了，但油温低了也不行，油温多低了就泡了，也别动。其实这油温不算推高，知道吗？别动是为什么呀？别动，动它结在一起啊！过户了。对了，我们刚才上了户。你看啊，多的时候还是得动。我们这个过程八成熟。那万一我油温过高的时候下去了？过高就这样，关火。赶紧对。你看。移开。但是过油鸡丁时候呢，还真不要油温太低了。刚一下去的时候先别动它。对。等它稍微的这个结实一点的时候再把它扒拉开。对。好，你看，煸鸡肉的油，对，直接浇在那个鲜的青椒上，鲜尖椒上。好，大家看啊，
这个过好了，我们这还在热锅啊。现在我们就等于是要炒了，对，冲一下汁儿哈。冲一下汁儿，好，放入底油。嗯，我们来啊。锅是热的，油比较热。哎，你看，慢慢。嗯。翻红辣椒皮儿那么薄。哎，发紫了，你看。哦，就这样行。对。哦。你看。啊，香味出来了吗？这样你看啊。呀，出勺了啊，你看。嗯。汁儿一烹进去都匀、哎、是吧？都匀就出勺。看看，裹住鸡丁啊。嗯。这叫油光锃亮，汁儿明芡亮啊。漂亮。漂亮吧？嗯。你看，哎呀，关键就是这个干红辣椒，你看它的火候正好，闪闪发光，是吧？对，色泽金黄啊，颜色搭配也好。所以那个小碗汁儿在最后烹的时候的那个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大家记住，烹汁涮一涮啊。嗯。因为里头淀粉沉底儿啊。哦、对, 对对对。当你把汁儿烹进了淀粉沉底儿了，扣不上。还大家看我拿手是吧？是是是。对，在刚才静置了一会儿之后啊，这个汁儿已经有变化了，嗯，所以这个小碗汁儿特别关键，嗯，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最主要观察的是这个鲜的尖椒和这个干红辣椒的这种火候，而且它一冲以后那味儿特别窜，对，如果过火它没这种味儿。尖椒我们是没有直接拿油煸的，是拿煸鸡肉的油浇了一下，稍微浇一下就够了，所以鲜味儿都保留了。然后这个、这个干红辣椒的火候也很重要，这个紫色就行了，如果黑色就糊了，糊还有一种苦味儿。嗯嗯啊，可能大家说，你看石大师直接把这些东西搁下去，没有那么几秒钟，十来秒吧就出锅了。十来秒就出锅了，因为其实都熟了。就汁儿啊，裹住就行了。对，本来都熟了。这是山东菜传统的爆法。嗯。爆火爆。嗯，就是火一个火字边一个爆嘛。啊，对对对，火爆的爆。就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们炒这种程度就标准了。嗯。是吧？色泽金黄，芡汁紧爆。嗯。没有鱼汁儿。而且从这两种辣椒的那个形态上看，火候是恰到好处。哎、这叫明汁亮芡，嗯，对吧？对，试着把这个菜做到恰到好处。啊，这个菜很简单，嗯，但是操作要领你得知道。嗯，做好了以后，这道菜绝对是经典菜。今天这个是山东鲁菜版的辣子鸡丁，色泽金黄，汁浓味美的辣子鸡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做法：一、青红椒改刀，鸡腿肉去骨切丁，加盐。料酒、湿淀粉上浆抓匀，然后用油封住备用，将酱油、料酒、盐、白糖、清水、水淀粉和葱姜蒜调成碗汁备用。二、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鸡丁滑炒至八成熟，然后将油直接浇到青红辣椒上，鸡丁沥干备用。三、另起锅，倒入少许底油，放入干辣椒微微变色，倒入鸡丁和青红辣椒翻炒，出香后烹入碗汁儿，翻炒均匀即可出锅。